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侨美阿凯，每天下午打卡华侨美各大市场，帮粉丝挑选机器。这台全新的13 Pro Max 128G 的黑色是为深圳的一位粉丝拿到的，我们先参考一下这两天的报价。 13PM 128现在像金绿黑是4800，然后蓝是4900，白色是5000，这是我们的拿货价。然后这个机器我们刚好录一个解锁的教程给这位小伙伴，应该还没有激活，我们先激活它。激活之后我们就直接拿出卡贴和手机卡，然后我们把卡槽取掉。卡贴的三角对着这个卡槽的三角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卡放进去，直接折过来插入手机，轻轻的捅进去。捅进去之后等着机器跳这个弹窗页面，稍等一下啊，弹出来我们选12、13的专用解锁。这个机器因为是 ATT 的嘛，然后我们就选这个 ATT， 选完我们点接受 ，OK 就不用操作了。这里全程等卡贴自动找回信号，依然不用操作。跟卡碟找信号，稳定了之后它会自动进入桌面，然后它自动进入桌面之后，你看我们如果把这个 WiFi 关掉，它没有网，其实蜂窝我们是打开的嘛，那我们就进入这个设置，蜂窝网络，蜂窝数据选项，把它打开，接成 LTE 就算解好了。 ATT 的本身是可以解 5G 的，但是据说解出来 5G 没有 LTE 稳定，所以就没必要。看我们上网正常，然后我们试一下打电话。新机服务向按连接，欢迎致电。这样就算接好了。你看，我们挂了电话，他立马回到 LTE， 不到5000就能用。喂。好好，一会儿去拿。OK。刚好来了一个电话，像这种全新的13PM 128，5000不到就能搞定它。小伙伴觉得价格怎么样？今天的视频到这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